一个是曾经徒手制服持刀歹徒的特战老兵，看到里面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特战新兵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两个人在魔鬼州特战集训中暗中较劲儿，互不服输。那么谁又能笑到最后呢？ 这里是福建厦门，武警福建总队为期一周的特战极限集训在这里展开。来自厦门支队、漳州支队和泉州支队的18个特战小组将在一轮轮比拼中磨砺特战技能。大家对李明都有所了解，包括以前也来过我们支队，大家都有所去接触过。 至于你们的话，我不知道信心有多少。我感觉我们比他年轻，他有活力，我们能赢。我坚信，我们是最强的。大家看到里面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们是什么？一个加油！黄兆俊是厦门支队一名特战班长。集训刚一开始，他们小组就把李明当成了比拼的目标。那么，李明又是谁呢？ 李明，漳州支队特勤排突击班长，曾获中国武警10大忠诚卫士称号，是特战队里的老将。在一次突发劫持人质事件中，曾徒手夺刀，一招制敌。他不仅在我们总队，应该来说，在我们整个武警部队当中，都是名声在外的。在我们总队啊，更是被大家称为这个明星队员。 都一起训练过摸爬滚打过，然后感觉他这个素质还是挺过硬的。魔鬼州特战集训的近100个科目，极其挑战特战队员身体和心理的极限。那么，明星特战队员李明和特战新兵黄兆俊，究竟谁能赢过对方呢？ 经过10公里武装奔袭后，特战队员们马上迎来了另一个科目的考核。位于大山深处的这个村庄，正是掏窝点科目的考核场。利用村庄里面废弃的居民房，设置了这个2个暴恐分子的这个窝点，一个窝点呢是暴恐分子的前置哨，另外一个窝点呢是暴恐分子主要的聚集地，要求我们这个特战队员迅速赶往这个废弃的村庄。 将这个暴恐分子剿灭。这个科目在左侧的1号楼内有2名暴恐分子，右侧2号楼内有4名暴恐分子，他们会不定时观察情况，并且相互通气。第一个上场的小组。 虽然成功制服了1号楼内的暴恐分子，但同时也被2号楼巡视的暴恐分子发现，被对方开枪命中，行动失败，还一枪没打就退出了行动。这个结果让其他小组都意识到这个科目的艰巨。马上就该轮到黄兆俊小组上场了。 想要超越李明小组的他们，能否拿下这个科目呢？抵达暴恐分子窝点的周边，上级啊，命令你战斗小组，这个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，把这个暴恐分子窝点给它掏掉。来，不用跟我来。黄兆俊他们出发的地点距离暴恐分子窝点200米，那么组长黄兆俊会如何部署呢？ 一辆3轮摩托车驶过村里的水泥路，而1号楼出来巡视的暴恐分子完全没有察觉到异样。
将我们的这个处置分队运用到这个处置的地域周边，伪装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楼的后面，他们要以协作攀登的方式登上楼顶。这个是我们处置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，就是隐蔽的侦查，无声的接近。如果一旦在侦查和隐蔽接近过程中暴露我们的行动企图，那我们正常战斗就可以结束了，就等于是他们没有完成这项任务。一号楼逮捕大约15分钟出来一次，报告完毕。哨兵大概是每隔15分钟左右出来一次，他这个给职员传递的信息就是，大概他们要消灭这个一号楼的这个哨兵，大概也就是要只能用这个15分钟的这个时间间隙。2名歹徒同时出来，同时进去，完毕。此时黄兆俊和其他2名队员已经登上楼顶，然而他们发现并没有机会马上行动。有没有什么情况？没有情况。歹徒正在外面跟2号楼的歹徒喊话，完毕。2名歹徒都出来了吗？对，1名在靠近马路方向，往房子后面来了，在房子侧面那边，你们注意隐蔽。当2名暴恐分子准备返回1号楼房间的时候，黄兆俊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。他那里刚好是一个通道，可以到下面。在那一瞬间，我们队员把他给击毙了。处置分队，汇报当前的情况。1号楼2名歹徒已经被击毙。好的。接下来黄兆俊他们要继续剿灭2号楼内的4名暴恐分子。为了避免被2号楼内的暴恐分子发觉，2名队员迅速换上暴恐分子的衣服。借助队员掩护，黄兆俊开始赶往2号楼。2号楼的正门已经被封死，这个梯子是暴恐分子临时出入时使用的，而从这里上目标太大，又绕着屋子走，就是隐蔽接近走了一圈，然后我们只能通过另外一个废弃的那种小门窗嘛，从那边翻越进去。在2号楼的楼梯入口处，黄兆俊他们也等到了其他队员。随着全组队员到齐，抓捕行动立即展开。战斗小组汇报当前情况。战斗小组。我方击毙2名歹徒，我多4名歹徒，我方3名完毕。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，现在在对房屋进行这个清剿。
黄兆俊小组成功完成了这个科目，而他们的表现也让接下来登场的李明压力倍增。作为大家眼里的明星特战队员，他能带领小组赢过黄兆俊小组吗？你们已经到达暴恐分子营地周边，上级命令你们迅速秘密的隐蔽接近，剿灭暴恐分子，是否明白？明白。李明小组迅速展开行动。是。好，准备。隐蔽隐蔽，注意掩护掩护。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手段，这个隐蔽接敌。当时我派了一名队员，在目标区域的对面的一栋居民房，进行观察，掌握所有的犯罪分子动向。两名队员是由我带领，在一号楼的后侧迂回至居民区内进行无声消灭敌人。和黄兆俊小组的化妆隐蔽不同，李明带领队员借助远处密林的掩护到达了一号楼的后侧，他们要利用这一处墙角进行攀登。警戒警戒，上面警戒。一路小心，李明最先登上了楼顶，现在他的脚下就是暴恐分子所在的房间。快点，速度快点。看上去李明他们的行动十分顺利，然而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。李明小组退出情况，李明小组退出情况。这个行动企图暴露了。李明，你跟你楼上那个队员，你下来，到我这里来。为什么情况暴露了？他在那个位置啊，暴恐分子一旦从院子外面往回一走，就可以发现他。送你两个字：多余，非常的多余。你那个战术意图，我是傻子，我也看到你。我暴恐分子出来了，我往回走看不到你啊。那选择什么攻击发起？那是攻击发起什么？能发起什么？这上面动作这么大。当时确实心有不甘，因为我们在出发的时候也周密细致的布置了一番。裁判陈勇判定李明小组刚才的行动失败，他要在现场为他们复盘研究。慢点啊！好，你们听见没有？你们走上去，邦当邦当那一下子，声音有声音，声音很大，是不是有声音的，知道吧？你在他的楼顶上走动，你动静再小，我们的着装，每个人负重，是吧？十多公斤，你走动怎么样都有动静的，那也不是打草惊蛇吗？是不是？再一个，你看他趴那儿，我在这位置现在是看不着，走到外面来，咱们往这来看，是不是？在那儿是看不到，我情况怎么样？走到下面一回头。不就看到你了吗？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？逼于无奈，只能交火。一旦接火，那边就发现你们了，整个行动不就企图暴露了？作为明星特战队员，求胜心切的李明因为一个细节疏忽而出师不利。而接下来魔鬼州的考验还在升级，为了磨砺特战队员持续作战能力，考核组接连进行了通过敌战区、按图行进等科目。势头很猛的黄兆俊小组一直保持着领先，这让作为明星特战队员的李明有些难以接受。毕竟能活一口气嘛，是吧？那既然在比，那肯定都是想赢嘛。自己虽然说是在这个技能方面还可以，但是在体能方面，毕竟这个在我们现在队员里面是年龄最大的一个，兵龄也是最长的一个，没办法占有一定的优势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尽力吧，尽力拼搏。
两人互不服输，暗自较劲儿。那么接下来，特战老兵李明还能带领队员超越黄兆俊小组吗？大雾弥漫的早晨，新一天的训练一上来就是极其消耗体能的科目。甚至匍匐前进，不能打半点折扣。后面越爬越斜的时候，那个角度越来越大，人一步一步往上挪，每个关节都痛嘛。我们当时想的就一股劲，赶紧到达目的地。冲过终点的黄兆俊小组成绩并不理想。我看你的头就有受伤的，手可能磨到了，划到了，划到了，这里肉挂开了，太累了，比前面的科目消耗体能更大。虽然说只有一趟，但是这个坡度又陡，路面又不好，因为我们的弹药枪又重，骨头跟那个路面的石头又不是很平，一直在摩擦，一直在磕碰，砸得非常痛苦。那么此前出现失误的李明小组，这次又能否超过黄兆俊他们呢？有了掏窝点科目中冒进的教训，李明这次一直带领小组保持稳定的前进速度。因为你涉及到其他几个支队的几个团队在一块要比拼，那我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压力很大。运送弹药箱看起来是消耗体能的科目，但因为距离远、坡度陡，分配好体力才是关键。经验丰富的李明很清楚这一点，他一直冲在小组的最前面，把控着队员们的速度。凭借着队员们的平稳发挥，李明小组比黄兆俊小组快了将近3分钟时间。作为明星队员，李明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经过6天几十项科目的高强度比拼，两个小组总体成绩不相上下。魔鬼周集训已经接近尾声，黄兆俊小组还能实现最初的目标，赢过李明他们吗？天色渐晚，原本特战队员接到的命令是徒步赶回宿营地，但现在他们却突然遇袭。在巡途中就实在意识，特别是这种对周边地形环境这种敏感性，还有一个对枪声、对炮声这种敏感度，能够听到枪声炮声以后能够做出快速反应，这个找到有利的地形隐蔽起来。队员刚这个第一下子可能被我们的爆针打懵了，对，刚开始展开队形的时候确实有点乱，这看了也不是非常的满意。
也就因为这样这个情况，然后我们现在考虑把情况继续往下延伸，把在这里咱们临时找一些器材制作简易的担架进行伤员的转运。考核组临时增加了转运伤员科目，而这也将成为李明小组和黄兆俊小组最终的比拼。你找到竹竿以后，抓紧时间制作担架，准备转运伤员。制作担架，背包上，背包上，背包上。这是黄兆俊小组临时增加的转运伤员科目，要求每个小组都要将一名伤员运送到3公里外的终点。缺少器材的情况下，黄兆俊将迷彩服派上了用场，节省了制作简易担架的时间。李明小组也在抓紧时间固定担架。抓着前面，前面两个抓着，固定住，不要动，不要往左的晃，左的，我站起来，拉开，分开，分开，分开。准备，行了，行了，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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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担架带打结是有技巧的吗？有技巧，就是不要让它溜，它有的时候会那个前后晃动，然后这边两头要固定住。看上去，李明小组制作简易担架的速度也很快。那么他们和黄兆俊小组究竟谁能更快到达终点呢？怎么他们准备往前了？再给你竹竿拿来。你现在只有2条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然而当李明小组出发时，黄兆俊却发现此前用的迷彩服并不合适。刚才那个衣服不合适是吧？这个我们马上用通风机先换。衣服不合适，重新换成背带。对，因为一个失误，黄兆俊小组落在了队伍的后面，而李明小组当时的话还刮着一些小风，气球一直向另外一面飘，再加上这个距离不确定，要自己判断。